公公、安迪、安哥、大哥哥、大姐姐和可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祝你平安。请大家在您的座位上站起来，不用走到台前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 Amen。 这两节经文是使徒保罗告诉信徒怎样能够过合乎神心意的生活。这里一共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将身体献上，这里告诉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献在神的面前，因为为主献上的一切服事是应当的，这样能讨神的喜悦。第二个重点是要心意更新，为了成就神的旨意，使徒保罗劝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我们的侍奉价值观必须不断的更新和变化，合乎神的心意。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我要爱慕你。让我们大大的张口，神就要大大的充满。主啊，当我们大大的张口，你就要大大的充满我们。愿你赐福今晚的儿童推展之夜，让所有的程序和节目得以顺利的进行。求你祝福所有的孩子们，把自己最好的才华献给神。愿神大大的使用每一个可爱的孩子们，荣耀主的圣名。让我们拍掌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的圣名。
请举起我们的右手，一起来宣读《使徒信经》。一、二、三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司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大家跟你旁边的弟兄握手问好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。让我们保持站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阿们。让我们唱第一首诗歌。Yeah.
下首诗歌。安静我们自己的心，安静我们自己的灵。我们是神的孩子，神爱我们，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上帝叫我们不要伤心，举目向上望，他在天上必看顾我们。他比较温柔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满心感谢你，主啊，我把这里的全部人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都交在你手当中。主啊，去你看顾他们，去派天使天君围绕看顾他们。主啊，去你赐下送回来的恩膏，上台的恩典，上台的智慧聪明赐给他们。主啊，把那些即将考试的孩子们交在你手当中。主啊，去帮助他们。主啊，去让他们在考试当中能够。让他们知道有考什么，主啊，去让他们一看到考就知道答案是什么，主啊，奉耶稣名之主啊，因为主啊，在你面没有难成的事，感谢主耶稣，主啊，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手当中，主啊，去帮助我们，去让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能够顺利的完成，感谢主，聆听我们的祷告，保守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弟兄姐妹可以请你们大家坐下，谢谢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现在有九项报告和一项预告。我欢迎新人，第一个是亚米洛带来的周福星 Catch， 请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胡碧王带来，胡碧王姐妹带来的顾树林 K 书令，请站起来。三位或请行人或访客到有亭有事亭有茶点招待及交流。第二项，明天10月22号。12:30 PAC 祷告山，祷告山祷告会，有请所有阳光青年、至亲敬拜赞美团、职场小组及弟兄姐妹踊跃出席。上映后请到柜台报名。第三，下周各地区门徒小组招场聚会，小组地点请参阅每月家训。请召会各区组长。第四，下周三10月25号8点，末世轮讲座会，耶稣基督的再来，党员肖丹平老师，地点就在爱恩堂舞会。第五，下周四10月26号8点 ，ATS 第六级区课说发言及。反方言恩赐的地点，新城地点是在新城教会。下周五10月27号8点，舍弃之夜呼信祷告会，地点是在新城教会。下周六10月28号6点早上。城市祭坛成根祷告会，地点是在新城维尼公会恩庆堂。第八，下周六10月28号8点半 MTA 补课。地点是在母会培训室。第九，下周六几日？10月28和29日，雷圣兄诗歌见证之夜，地点是在爱尔堂舞会及新城教会。预告：11月1号开始，每逢星期三8点晚上有圣门课程开班，地点是在新城教会。有意者请联络杜美宝牧师，0166525690。9:6-7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咒定的，不要沾染，不要勉强，因为
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奉献的时候要处于甘心乐意，不要处于勉强。甘心乐意的奉献主才喜欢，勉强的奉献看不到主的祝福。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，处于甘心，而不是处于勉强。请收奉献的人到前面来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您，您的祝福是满满的，处于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你会多多的祝福。让我们来学习奉献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名字祷告，阿们。Shalom， 大家主里平安。亲爱的王祖祥牧师、郭美宝牧师、王祖席牧师，所有的安哥、安弟、大哥哥、大姐姐、小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感谢耶稣，今天是我们儿童教会2017年一年一度的儿童推展之夜。今天很高兴，我们的儿童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一起，欢庆这美好的一天。大家好。我的名字叫陈静轩。我的名字叫谢宇胜。我们是今天晚上的司仪。宇胜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看啊？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为了要介绍我们儿童教会的施工，我们做了一个简介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观赏儿童教会为大家所预备的 PowerPoint。
贝聚会的时间是以上是什么时间啊？阿嘎贝母会聚会的时间是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七点半。S 度教会聚会的时间是每一个星期日的早上9点半。欢迎所有的家长们，鼓励你们带孩子来参加主日学聚会，让孩子们能够学习更多圣经故事。是的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。今天晚上我们有一系列的节目为大家呈现。大家是不是很期待看表演呢？是的。看看儿童们会为我们呈现什么样的表演。我们大家掌声欢迎8到10岁的儿童们为我们表演一场一支开场舞蹈，舞蹈名为《有股力量在主宰》。现在我们有请下一个节目，他们是3到5
翅，一闪一闪亮晶晶。我们以鼓励的掌声欢迎他们上台。要做个勇敢的孩子。
为镇定你的夜途呀，有勇气及大胆的大衣里一样，一人却胆壮样子啊。我来出慈坛当六姐，所以我们给帮堂说主次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人把我的模样呢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次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 Give me five, yeah! 我们可以用主祷文向上帝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家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不叫我们一介吃他，借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谢谢上帝爱你。哇，果然厉害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努力练习，我们是可以做到的。是呀，只要我们努力，只要我们努力，我们一定能做到的。而且我们有耶稣的帮助。接下来，我们母会六到七岁的儿童们将要为我们呈现一支舞蹈。舞蹈的名字是《爱是》，欢迎他们出场，掌声。
们，他们只用了很少的时间来练习，却能跳出如此美好的舞蹈。他们真的很棒，再一次给他们鼓励和掌声，谢谢。雨盛，我们下一个节目是什么表演？舞蹈吗？好像是什么手语舞蹈，我们一起来观赏观赏吧。那么我们就欢迎我们 S2 教会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呈现手语舞蹈，名为 Be Brave, Be Strong。是跳得很棒，真的很不错哦，再次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静轩，你喜欢看戏吗？喜欢啊，有好戏要介绍吗？是啊，这套戏名为勇气，我有份参与拍摄。我也有哦，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观赏这一部微电影。很兴奋，很期待，我们要出场了。Thank you.
Hello， 边位啊？哦，哎，你系咩事？我等你好耐咗。我哋我前面你仲争啊？我个爸爸呢过嚟俾我。塞车，塞车，揸直升机啦，我赶住去睇楼嘅啫噃。我嗰几百年嘅嘢，我等我卖你啫噃。
在我们的市长给黄伙伴比较紧张，关注一下这个。谢谢。好不好看啊？好看是不是？当然啦，每一位老师和儿童们都那么用心去演，肯定好看啦。接下来我们有请郭美美师母上台来为我们分享。欢迎师母。哈利路亚！再给我鼓励的掌声。哈利路亚！好，今天呢，你这样子看我穿的时候呢，你们都会呼喊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用了很大的勇气来穿，然后站在你们的面前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要分享的呢，就是讲到勇气。所以勇气要做勇气的人呢，真的要突破自己啊、哦。这一套衣服呢，是我们的51岁的那时候 ，Catherine 她51岁，她就做了一个生日，那么呢，她就送了我这一套衣服。那时候他就讲每个人要穿 costume 嘛，这样我就心里想要穿什么 costume 呢，要保守的，不可以太过性感的，两条带也是不可以的，短裙也不可以，什么都不可以，他就买了这件给我。那么呢，我就那时候呢，我跟你讲哦，弟兄姐妹们，参加 costume 的 party 呢很简单的，每一个人都穿嘛、啊、你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你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什么，但是呢，
现在哦，你们全部没有穿 costume 的时候呢，我穿的话会觉得是不是很奇怪呢？所以呢，是不是要勇气去做这样的东西呢？所以六姐妹们，如果要讲到勇气的话呢，真的是要突破自己，突破的障碍，然后呢，自己要去做，尤其是做小孩子的工作，真的要突破自己去穿这样的一个服装出来给你们见证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，就是讲到勇气。你们看的，我们一系列的电影，然后看的我们所呈现的，用了多少的时间？所以呢，我们的老师们，我真的要很感恩。尤其我在这个主路学的这个四工里头呢，我真的很感恩是什么呢？因为我学习很多东西，我不是我自己在学，我是跟这一班的孩子在学。他们有勇气去做，不可能我们做大人的没有勇气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当我还没有正式进入我的主题的时候呢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孩子们，一起来祷告，闭上眼睛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Amen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归荣耀给你。你是今天最大的主角在我们的当中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不有这一班这么可爱的小朋友，也不一般你所爱的子民聚集在这里。主，我们感恩，我们看到上帝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。主耶稣，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整个的聚会，尤其是孩子在分享的时候，主，愿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到主耶稣我们分享的话语勇气，主要是带来怎么的一个的主这个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这位全能的主。谢谢你耶稣，我们赞美你耶稣，我们将荣耀归你。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显为最大的，因为你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我们要高举你的名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从头末了完全的交托，献上我们感恩，奉耶稣的名字祷告。 Amen Amen。 好，今天呢，我写这个的主题 Panda， 其实呢，我不是讲勇气，其实它的真正的我在选的时候呢，是讲到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一闪一闪亮晶晶。那么呢，我很喜欢 Panda 的，我超级喜欢 Panda， 所以呢，那时候第一个时间里面，我想到我要写什么的一个的是卡通人物的时候呢，我就想了他。其实我那时候想他的时候，不是功夫 Panda， 是 Panda 而已。虽然但是呢，我就是看到他们就后来就是这样子成就了一个 Panda， 功夫 Panda， 就我就先想，那么好了，我就去研究一下这个 Panda。 请问你们在座的有看过这一套戏吗？有的请高举双手了，双手过了，举起手了，蛮多的哈。 OK， 现在他出了多少季啊？三季还是四季？三季，对不对？谁有看完三季的？没啊，很少。像我本身呢，我都会有看，我看完三季。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不讲三季，我只讲一季这个 Panda 的故事。其实呢，这个 Panda 呢，我们知道这个 Panda 呢，它的故事是讲到什么呢？这个故事呢，它是讲到呢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卖面的，对不对？它的爸爸是卖面的，对不对？爸爸还是妈妈？爸爸还是妈妈？爸爸卖面 ，OK？ 他的爸爸卖面。那么他的爸爸一直灌输一个思想，说你是卖面的，你是卖面的。那么他这个 Panda 呢，叫 Paul， Paul 是吧？他呢一直梦想，我是一个 Dragon Warrior， OK， 我是一个 Dragon。但是呢，他爸爸就跟他讲，你不是，你不要想白日梦了，你只知道你是卖面的，一直跟他讲你是卖面的，这样好了，他就心里想，好了，我是卖面的了，不要想这样多。这么想，那时候呢，就有选拔赛，选呢这个 Dragon Warrior。他只是说，我想去看看而已，看看就好，只是去看看啊。但是呢，就误打误撞的情况之下呢，他真的去看看的时候呢，就在这一个的 Master， 我们 乌龟啊，就是那乌龟，他的手指。这样子，指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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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个他不选，他选他 Panda。 那 Panda 他就很好奇，他想为什么会选中我呢？我是功夫也不会，我只是卖面的，
但是呢，那个这一个 Master 无畏说呢，就是你，不是其他的人，就是你。然后呢，他其中一个叫做 Master 师傅的师傅呢，他就讲呢，不可能是他，不可能是他，因为他又胖，然后又不会功夫，不可能是他。所以呢，就造成了不可能是他。但是呢，就在这个 Master Owei 他选他的时候呢，指住他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呢跟他讲，你就是。所以开始就训练他。训练他的当中呢，一直没有看到他有功夫的底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一个，他看中他，就是发觉到他里面有一个潜在的能力。这个潜在的能力呢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 Banda 呢，它成为了一闪一闪亮晶晶的这一个的，怎么讲呢？它影响了它整个的那一个的村庄。为什么呢？它救了整个的村庄，救了它的 Master， 救了整个所有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认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是上帝看我们不是，看我们是最尊贵的。阿妹们。阿妹吗？阿妹，你和我都是很尊贵的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现在我讲的是这个 Banda 的背景。现在我们来看圣经的人物。我们来看圣经的人物是谁呢？谁？看到什么？看，我们讲儿童嘛，你们看到什么？啊？看到什么？耶稣，还有？还有面包，还有你看看那小孩子看到东西你们还没有看到，快点，还有看到什么？小孩子 OK 很好，看到那个小孩子，小孩子他在做什么啊？啊，对了，五饼二鱼的面包就是那小男孩。其实呢，我在看圣经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呢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四本福音书，我发觉到，哎，四本福音中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没有记载这一个孩子，他只是记载什么呢？有人给五饼二鱼，只是给五饼二鱼。当我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就记载了这一个男孩子，一个孩童，给了这个五饼二鱼。你可以想象当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这一个的小男孩，他给了这个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？多少人？两千？三千？几多人？啊 ？OK， 五饼二鱼，他真正的喂饱了五千人。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孩子的动作，他当时的动作呢，他有没有想过这样多？他没有想说啊，我今天呢要拿这个五饼二鱼。他妈妈只是说，可能他妈妈说，你拿去，你要听耶稣讲道，你拿去，可能你肚子饿，你可以吃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的门那些门徒讲，耶稣讲很久的时候呢，每个人肚子饿了，因为肚子饿呢，所以呢要找东西吃，他就问谁有东西。然后呢，很奇妙，只有这个小男孩，他勇敢地站起来，他说我有，他有什么？我有五个饼，两条鱼，我可以给。你看，总共五千人，五千人 ，OK？ 这个小男孩勇敢地站起来，他选择站起来，然后他给了这个五饼二鱼。所以你看哦，是不是很有勇气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小男孩他的勇气呢，祝福了五千的人，喂饱了五千的人，小男孩的动作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以是不是像小男孩一样学习，敢敢的提起勇气的，如果你要祝福的话，敢敢的去祝福，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的。 Am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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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llelujah。 这个是圣经的故事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现实的，是发生在我们当中的。OK， 这个小男孩。OK， 我很喜欢这个男孩子。OK， 他的名，他是7979陪读班的其中一个孩子，他们八位嘛，八位是吧？八个孩子的其中一个。
今年的六月份呢，我们有一日游，这样我就带了他其中一个，他的名字叫做陈子康。陈子康，他你看他胖胖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要讲他的故事？因为呢，在当时候呢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要举办就是一日游的时候呢，我开放给所有的儿童，所有的儿童参加。所有儿童参加的时候，那时候可能人数还没有满，人数还没有满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我们就召集说要有满一两次44个位的，一两八十次，但是那时候是40个位。但是我们没有满，我们心里想要去找谁呢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真的圣灵感动我，他特别的感动我说呢，为什么你不祝福7979的孩子？他们也是我的孩子。那时候耶稣他就是这样子，我就听到了一个这样的声音，为什么不祝福7979这一班陪读班的孩子？他也是我的孩子，你不可以忘记他们。哇，我那时候感动，哇，心里想是，不可以忘记他们，他们也是小孩子。这样我就祝福了他们。原本他们是那时候是7个人，我就祝福了，就有6位，我就祝福了他们全费，就是让他们去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一日游。他就是其中一个，他跟他的姐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去参加了这个一日游。刚才我们不是有播放的，我们去了带他们去 Organic Farm。然后呢，这个小男孩很兴奋，超兴奋的。为什么这样兴奋呢？原来这个孩子他是贫穷的家庭。他爸爸妈妈很难带他们去参加这一类似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就因着教会的缘故，我们就带了他们去玩，然后去见识。他就是超兴奋的那一个，他很超兴奋，喂鹅吃那个菜啦，他什么他都参与，然后那个推那个泥机啦，他也是参与，他什么都参与，超级高兴，很开心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去了最后一站的时候呢，那一个地方叫做放映的 City， 所以有去过的？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去过 ？OK， 放映的 City 非常棒的一个地方，我也是没有去过，所以我就举办了这一次一日游，就带他们小孩子去。它里面呢，生的不同的动物，很多不同的动物，什么动物都有，就是一站一站一站的，你可以鹿的一站，乌龟的一站，然后养。有鱼的一站，喂鱼的一站，你就是一站一站一站跟着去，然后看小鸟一站，然后呢最刺激的就是呢摸蛇。蛇是什么？有温度的吗？是蛇冷的还是温的还是热的？啊，有摸过蛇吗？哇，那个蛇大条大，我们哪一个哪个老师啊，那个演员啊，他们还是喂喂喂喂，还好不是苏醒的那个蛇，原来是很温顺的。所以蛇他们去摸动物，他们去摸这一个的 Family City 就是一个这样的平台，给孩子去接触那些动物，非常棒的一个地方。爸爸妈妈们，如果你还没有带过孩子去的话呢，鼓励你们带孩子去，很好的一个地方。我就带了孩子他们去，我们自己去见识。我原来呢，我从来没有看，我看电视机的路呢，山冈街很小的，电视机很小的，原来那个鹿山冈街是很大只的，它很高的，就是这样高。然后它的头呢，差不多大，它一抬头的时候，它可以看住你的，很可爱的。所以呢，然后乌龟，什么乌龟的形状都有，什么都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一站一站一站的去。这个小男孩陈子康，他跟着我们。这一站他去的时候呢，走走啊走走啊，他很胖的，走啊走啊，啪，跌倒，拍拍拍，他又站起来拍，他没有哭哦，他很棒哦，他没有哭哦。然后我们走第二站的时候，走走走走，啪，我们老师们呢，只是照顾他就够了。哇，我说这怎么你一直走一直跌倒了？因为什么？他太兴奋了，他没有看地上，还在看，还在看。东西他没有看地上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一直看我们那些就是动物。所以呢，我们去了第三站、第四站哦，他就是每一站就是跌倒就对了，他就是一直跌倒，砰，有点凉，砰呀。我们就说主啊，照顾他一个就够了。但是呢，他哦每一站跌倒他就站起来，每一站他跌倒站起来，他从来没有哭。他很勇敢，这个孩子超级勇敢，我很喜欢他。他就是在我们的当中里面，我们笑到我们每个老师看到他就笑，看到他就笑。这张照片呢，为什么他没有穿衣服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差不多要
要醋的时候，要喂鱼的时候。OK， 我要喂鱼的时候，它有一个东西的，很可爱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就是钓鱼捞鱼的，不是钓鱼捞鱼的，它是一个龙钩这样子的，它就是放在小鱼放在那个，然后就叫小孩子自己去捞，捞了上来，它给你放在一个桶那边，然后你捞上来放，然后又放生，然后又来捞，捞了放在桶里又来放生，很好笑的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笑到。他哦，他就是在那边然后捞哦，他太兴奋了，这个孩子，他一边捞着一边捞一边捞，砰，砰，砰，这样子哦，真是闹完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他已经每一站已经跌倒了，他的裤哦，我们不能够跟他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姐姐讲，姐姐，你有带衣服来吗？有裤换了，带他的裤换了哦，惨哦，衣服呢？后来我跟他姐姐讲，姐姐你好心给他穿可以吗？我不要了，等下如果我肮脏的话我没有衣服换了，他的姐姐就这样讲哦，又很聪明哦。所以呢后来我们没有办法，我就看他整个人蒸一下那个鱼汤，快点快点汤。我老师是华良弟兄，谁了啊，有一个弟兄哦，他整个人扑在他不在他那个枸杞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哦，就是拉他的脚，一直拉他的脚，一直拉他上来，他就很怕我，哇，一直拉他上来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帮不到他，一直在那边笑，一直在笑笑笑啊，就是整个的那个运动那边就是在那边笑，所以啊，他一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子的，没有反应，他真的没有反应哦，很好笑哦，然后你看他背着那包哦，其实哦，他没有衣服的哦。我们已经通知了他哦，拿衣服来，他没拿衣服。姐姐，你再不帮你的弟弟的话呢，他就生病出去了啊。我们还有三张，还要过那个三个站口。他就是这样子关照的话呢，这么多人看出很不好意思的，对不对？对于这个小男孩来讲，他一定是很不好意思的嘛。虽然看起来他好像很勇敢这样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但是呢，不用紧也不可以啦。等下他生病的话，爸爸妈妈会怪我们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我们上了巴士车，等还没有上巴士车，他的姐姐真的很好。他的姐姐看起来好像不关心他，但他姐姐后来真的给了他穿 T 恤，他就穿了那个 T 恤，就跟我们每一站去。同样的，在每一站还有最后三站的时候，是啪，还是啪。我跟叶兰两个啊，叶兰啊，我的女儿凯琳啊，一直在后面一边跟一边笑，一边跟一边笑，所以整个的很开心，超开心的。所以呢，我就你看啊，这个是之前，就是之前我们给他去试，然后推那个泥土，告诉他呢种菜是很不容易的，那么他自己去体验。这个孩子很勇敢，为什么我要讲他？因为真的很勇敢。然后呢，在79啊，你看他喂鹿哦，他什么都参与，这孩子真的他什么都参与，他真的很好奇，他一直跌倒，但是他还是很参与。所以呢，我真的很感恩，在这个孩子的身上，我真的学习了一个功课，就是勇气，很勇敢。他因为他的勇敢突破了很多的障碍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了他们79的陪读班的老师，他们做得很棒。然后呢，今天这个孩子呢，从不会到会，慢慢的会，一直在进步，而且变得很乖。所以我们要感恩的就是79他们办得很好，所以我们给79们的陪读班的老师、志工们他们的掌声，他们做得很好，真的做得很好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孩子的身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这个故事里头无柄鳄鱼的孩子，然后呢，这个孩子陈子康的故事，也让我们明白到，有时候很多时候呢，你和我有时候要单纯像小孩一样是很好的。因为当我们很单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经历到这位耶稣的爱。所以耶稣的爱呢，我只能够说呢，耶稣的爱是超，真的是很爱我们。他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为我们上十字架。因为耶稣的爱呢，使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的变为有可能，会改变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耶稣的爱的话呢，你会改变的。你去经历这位全能的神，好像我今天穿这样的衣服，我需要很大的勇气，但是如果我就是说不要去尝试突破我自己，突破障碍的话，我永远没有办法尝试新的事。同样，你和我，
如果你觉得不要啦，其实穿这样的衣服很麻烦的啦，要去试啦，要是什么很麻烦的啦，肯定很麻烦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去试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到其实很简单的，其实真的很简单的。在耶稣里面，他会给你一股的力量，这个力量呢，会让我们呢，忽然间我们的这生命里面忽然间活得很灿烂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班的孩子们，他们在主学上课，我们有一班很好的老师正在教他们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呢要呼吁爸爸妈妈们，你的孩子是真的最棒的，阿妹们，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哦。对，你的孩子是最棒的。当我们站在台上这边表演的时候呢，他们真的是做到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一直给他们练习练习练习的时候呢，有些人哭的，我不要，我不要上台。等一下呢，到了表演的时候呢，哎，怎么站在上面了呢？所以你看，孩子们他们可以做得到，我们也可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记得，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，啊，是很尊贵的，是很有价值的。所以我要说呢，爸爸妈妈们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很尊贵的话呢，不要用你的话语来伤害他们，你用你的话语常常鼓励他们，用你的话语常常的造就他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孩子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看到呢，我们的孩子呢是真的是宝贝。然后呢，今天我要特别的讲强调一样东西是呢，如果我们要把最好的礼物给孩子的话，你会给什么？如果你要把最好的礼物给孩子的话，你会给什么？金钱。有钱很好，什么都可以买，产业还是物质享受，你能给什么？其实今天呢，我要讲呢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要把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给我的孩子。当我给耶稣基督给我的孩子说呢，他们有了价值观，他们有了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？可能他们有了上帝给他们的祝福，上帝给他们的身份，上帝给他们的平安，上帝给他们的喜乐，然后上帝给他们的爱。最重要的是爱，耶稣的爱，阿们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说弟兄姐妹们，记得有上帝的爱，这个孩子就不一样。没有上帝的爱，我们需要花很多的功夫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爸爸妈妈们，你要记得你有一个很棒的孩子，好，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。你们有一个很棒的孩子，好，然后呢，爸爸妈妈们，你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话，常常为孩子祷告，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，常常祝福我们的孩子，用祷告去托付你的孩子，因为呢，你的祷告带来你的孩子将来以后他们成为一个何等的人。每一个人孩子都有梦想，你的孩子是什么梦想？我呢，曾经有人问过一句话，师母你有梦想吗？没有，没有梦想的，没有梦想的吗？没有哦，像你有为你的孩子有梦想吗？我是我好像没有哦，他们有他们的梦想，他们去想就好了。但是呢，我就发觉了，原来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的梦想。所以呢，当我为我的孩子的梦想的时候呢，我说我的长女第一个孩子，我一定要奉献给神，一定要奉献给神，然后呢，我就让他一生来服侍神。所以呢，当祷告的时候，我为他梦想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呢就进了神学院，所以我很感恩。他去学去装备他自己，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是很好。然后呢，在这神学院的装备当中，我的孩子，我真的看到孩子不断的转变。所以呢，我做对了，我为他梦想。所以今天孩爸爸妈妈们，你们有为你的孩子梦想吗？不要你为你是怎么怎如何的为他们梦想，要成为什么有钱人吗？大生意人吗？你向神祷告，你跟神祷告，主，我的孩子将来以后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，就在于你做爸爸妈妈的祷告。 Amen。 好，我们来敬拜赞美团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我要唱这一首的诗歌要告诉你们说，耶稣的爱很真实的爱，伟大的爱，有了耶稣我们什么都有。 Amen。
哈利路亚。我们来唱这首的诗歌《为爱而生》，你们坐下来听，然后等一下呢，你们一起跟我一起唱，哈利路亚。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，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，只要你愿意，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，为所爱里发出声音，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，爱你没有负担，爱
阿门，阿门呀，好不好呢？这时刻我们手牵着手，我们这时刻手牵着手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孩子们，我们也是手牵着手，我们一起来跟着师母来做这个祷告。手牵手，低下头来，我们做这个祷告。哈利路亚。Amen, 耶稣，谢谢你。好，我跟着我一起做这个祷告，说：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的爱，我们站在这里。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。谢谢你，今天晚上我愿意接受你，成为我生命的主。你来，让你来带领我，来掌管我。我一生紧紧跟随你。谢谢你，求耶稣你的宝血洁净我，让我成为新造的人。谢谢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孩子。谢谢你让我成为不再一样的人，因为耶稣你的爱。求你赐福我，求你帮助我，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你带领我。谢谢你，你的爱是最伟大的爱。谢谢你，将荣耀归给你。奉耶稣的名字我们祷告，阿们。来，给你的各位跟他嗨嗨，来个嗨嗨，来个呀。好，大家请坐下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我们下一个环节。好，我们现在下一个环节呢，我们要看我们这一班最棒的老师。好，我们要介绍他们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棒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我们要做到欢迎介绍我们这一班主语的老师，还有我们 S2 的和舞会的老师。好，然后给他们一个鼓励的掌声。如果你们给老师鼓励的掌声，因为他们真的很棒，他们是我们最棒的。Say
哈利路亚，哇，赢不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这个环节呢，就是我们要为众的老师们来祷告。好，还有什么了？看节目表一下。好，还没有为我们这一班的老师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一个特别的环节，就是呢要分发这个正文奖。特别的这一位小我们的周俊轩在那里，周俊轩他得了这个正文奖安慰奖来来来，我们请我们的牧师来分发这个礼物给我们的这位小弟弟。礼物呢这边。好，谢谢。我先讲一下这个我们的征文比赛，是我们神召会我们征文部第一次办的这个征文比赛，大概就30个人会得奖，有第一、第二、三名，我们教会的安慰奖啊，不错啦，掌声鼓励一下啊。他比较荣幸，因为大多数教会拿的冠亚军的都是他们个别教育信件颁奖，今晚这是总监为他颁奖。特别是弟兄们，因为我本身有教过主日学，所以要备课要准备一些的教课，你要准备很多的新的教材，所以就多点的功夫要放下去，好让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老师。我觉得今天你要呢成为一个懂圣经的人，先做这个主日老师不错的，阿妹吗？先考虑一下，第一个你服侍的考虑的这边弟兄们考虑做主日老师。我们站起来为他们老师们来祝福祷告，把你双手举起来为他们祝福。天父，今天我们感谢你，不但家里面有父母照顾我们、教导我们，现在有老师来教导我们，教里面我们有主日老师来用心来教导孩子们。
不但教导一些知识，传授一些知识，而是把这个生命传递给他们，塑造这孩子的品格、生命、灵命。我们相信你要使用他们。现在我奉主的名宣告，这些老师们都要蒙你的看顾，增加给他们智慧、能力、聪明，叫他懂得如何用你的话语清楚教导孩子们，而且他们用心去预备教材，预备他们的心，去帮助他们传递的不是知识，传递的是生命。愿你与他们同在，让他们每天服事当中也有喜乐，也有神的同在恩膏。我们相信他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带来权柄能力，带来生命的改变。我为他们感恩，因为他们又委身在这个服事里面，请你施恩给他们，让凡事都兴盛，凡事都蒙你的看顾。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安堂弟兄们祷告，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兴起更多的老师们，他们委身在侍奉里面，不但对他们的生命更大突破之外，也他们成为许多人祝福。为我们每一个人感恩祷告，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，阿门。耶稣祝福。广告时间，我们一起来看看 PowerPoint 吧。当我们唱完大合唱之后，我们请全体老师及儿童们留步，因为我们将会拍一张大合照。是的，所以 cameraman 请准备一下，谢谢。请所有的老师们及儿童们上来，上台。谢谢你们。Yeah.
秋领袖高峰会 GLS 那么一个讲员，他说非常棒。他说有一次呢，这个犹太人的妈妈跟一个人在教堂当中，那个人就问他，哎，你两个孩子几岁？犹太人呢对孩子非常有盼望，非常有梦想的，对每个孩子都希望一天他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，他们一心向上帝祷告。那么这个人就问他，问这个犹太的妈妈说，哎，你的孩子几岁？他说，我的大儿子五岁是医生，三岁是律师，已经一心说是以后成为怎样的孩子的，五岁是医生，三岁是律师。哎，非常有意思，因为孩子们必须有梦想，所以给他们的父母们，你要为他们有梦想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今天让他们自由发展当然可以，但是我说你去把这个梦想放在孩子身上，虽然是小小梦想，它成一个大梦想，你相信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他说呢，第十三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，我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的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向着梦想向前走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呢，从上面来照我们的赏赐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让我与孩子们梦想，阿们，这孩子们以后都成为一个很杰出的人，可能就是很杰出的银行家、金融家，可能是医生的律师，可能就是一个呢工程师，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教育家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当中以前牧师、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教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只要我们有梦想，孩子他们领受的意向，就能够效标杆自跑，阿们吗？阿们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哎，孩子们，把你们好不好？我们的孩子们闭上眼睛，安静自己。我们要你们向神祷告，我们的父母们、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要为你们祝福祷告。把你们双手举起来，为他们祷告。这个神圣时刻，我们就祝福他们，愿主恩待他们。阿们，感谢主。请问今天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么多孩子他们当中，我们把梦想放在他们当里面，愿你赐恩给他们，让他们从小开始有这个恩典，开始为了未来有梦想。我们祷告一天，他们才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孩子，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。我们相信你要祝福他们，不但健康，凡事都有恩典之外，让我们长大成人，成为一个蒙福的孩子。我们向他们祷告，祝福他们，让他们心中充满了信心和盼望。他们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殷勤努力，不懒惰。如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十一节说的，我们要殷勤，不可懒惰。我们要常常侍奉神，因为如此，我们才火热起来。祝福孩子们，让他们从小培养这个殷勤的这个习惯，让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供我们使用，在我们事业上为主做美好见证，教师的名字得到荣耀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的祝福我们父母们，把梦想放到孩子身上，一天孩子们将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，要为你成就美好事情，成就美好的工作。我们为他们感恩祷告，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，阿们。掌声给上帝，阿们。来，我们今天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愿主耶稣的恩惠、上帝慈爱、以色列感动与我们同在，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愿神祝福你们平安的相会，感谢主。